有事吗？你不先请我进去吗？苏城没在啊，我以为他会在你这儿呢。玉龙的事儿对他挺不好的，他现在应该很难过吧？这跟你没关系。 我是怕你以为又是我在背后做了什么，不重要。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安慰他一下，千万别受这种事的影响。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但我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你。我希望他能走一条干干净净的道路。 这样他才能配得上你。这些年来，其实我一直都在想，如果我不曾遇见过你，一切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不是现在的你，我也不是现在的我。 难道非要留下那眼泪，才能够证明相爱？拿去，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些。我不会再破坏你们了。我想明白了，要想永恒，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叶晨，我们做朋友吧。 做恋人讲究缘分，未必能一生一世，可是做朋友，可以是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希望你真是这么想的。嗯，我心甘情愿，只当你的朋友。难道我该对你？ 跪地求饶，怎么能不知道？这样下去。